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。我知道。那天，我从一片寂静中醒来，眼中看到的是那一道红得像血的残阳。罗龙镇最终被保住了，鬼子侵略的脚步再也没能向西南迈进一步，我们胜利了。然而，那场惨烈的战斗却带走了许多我爱的人。看着孩子们满是泪水的脸庞，我明白了，我作为唯一幸存者活下来的意义。我要把父辈们的故事都讲给他们听，那徘徊在山林中的身影，那滴落在野花上的泪珠，那所有曾经鲜活而美丽的生命。